that China has a critical... The Russia story!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code news. Decipher keywords. Be informed. Be a master of many tongues with me. cyberbullying，网络霸凌。他还宣布将飞往特朗普不屑一顾，甚至出言不逊的非洲大陆访问。那《纽约时报》就发现，这梅拉尼亚处处在和特朗普唱反调，似乎有意要 get under his skin。这句话什么意思？英文解码为你破译。 To get under someone's skin, 跑到某人的皮肤下面，这句话是情况而定，有正反两面含义。试想一下，如果有东西像一只小虫跑到你皮肤底下钻来钻去，让你又痛又痒，但是因为怕受到感染，不能够切开皮肤把虫抓出来捏死，是不是非常惹人厌呢？就是这感觉啊，这个贬义就是一个让人深厌生气或者不爽的东西。但是呢，美国传奇歌手 Frank Sinatra 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叫做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那当中跑到他皮肤底下是他的心上人，所以一个让人难忘或者让人魂萦梦牵的人事物，同样也会 get under your skin.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ve got you deep in the heart of me. I've got you. 纽约时报如今认为，梅拉尼亚极有可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第一夫人，而她的夫婿特朗普则因为各种的事情感到不爽。原来，早在2016年第一场总统大选辩论会后，福克斯电视台评价特朗普当时的表现说 ，Trump lets personal issues get under his skin. 特朗普因为个人议题而变得恼怒，可惜选民最终还是选了一位易怒的人坐进白宫。